大家好，我是说重庆的周勇，今天整个机会来给大家做个胶膜机，我来做，你们又来看。那个八二脸盆子装起，那个胶膜机啊，菜又爆出来的香喽。花猪油来点，直接把鸡倒进去。这个江波鸡啊，用的是三黄鸡，或者是年轻人的豪生鸡，不留老鸡哈。这个鸡炒得出油，来一把花椒，青红花椒都可以哈。大蒜来一把，捆大蒜哈，你也可以把配一下。这个鸡和蒜炒香了过后，来一瓢三年发酵、酱香味浓的黑豆瓣儿，那个黑豆瓣儿出上了大蟹的哦。来看哈，发瓢了。用那个豆瓣儿做点水煮红烧，炒点回锅肉，颜色巴适，酱香味浓，给它个颜色，姜红姜红的哈。那个豆瓣儿炒香了，来点老抽，老抽下去起味儿起色，真香哈。生姜放一半进去，你看那个豆瓣儿下去，那么多豆瓣渣渣，菜煮出来清爽。啤酒来一瓶。小火慢慢煨哈，还有种老外婆的盐罐儿调个味儿哈，来点鸡精味精，来两块白糖，胡椒面来两块哈，规则也可以不加，它操作。加个盖子，煨烫三分钟，把姜香味儿给煨出来。看一下，多远都闻那个孜姜的香味儿，好香啊！再把另一半儿孜姜放进去。煮了两下去，炒个分包钟，再把二荆条倒进去，擦个色，增加它的新香味儿。来点点花椒油，那个菜啊，你放花椒油，加点麻油都要的哟，主要是增加点香味儿哈。那个姜香味浓，鸡肉是些糯筋糯筋的，你看那个腿腿儿，还有爪爪，好安逸哟。在家里面做菜，不要光吃姜母鸭，像我们做姜母鸡，样的好吃。